3月3日是世界野生动植物日。为了呼吁更多的人关注和保护濒危野生动植物，联合国环境署、大自然保护协会、国际爱护动物基金会向中国娱乐界最有影响力、公众形象一贯健康的明星发出号召，希望他们可以加入对濒危野生动植物保护的声援行动。作为中国娱乐界保护濒危野生动植物的最大规模声援行动，刚刚生完 baby 的台湾艺人林心如亦接到邀请，义不容辞加入此次公益行动中，将自己的产后第一次亮相献给了此次公益声援。大家好，我是林心如。3月3日是世界野生动植物日，别让人类成为地球上最孤独的生命。请和联合国环境署、大自然保护协会、国际爱护动物基金会一起，为野生动植物发声，一起守护它们鲜活的生命，抵制贪婪，对野生动植物品说不，它们才是地球上的明星。视频中的林心如状态大好，皮肤白皙宛若少女，甜美的笑容透露着荣升妈妈的幸福感，可见产后恢复非常好。搜狐视频娱乐播报整理报道。